导演重新来。好，开始。现在电压增大，从70变到110了。好，现在速度稳定下来了。对，现在速度又恢复到之前的速度了。现在料变轻了，电压开始要慢慢变小，然后速度不会太快，又恢复到以前的匀速了。可以看一下，找一下那个实时电压的参数。不行，这个就是这个参数，这个还不行，这个没有那个，再重新看一个。好，再来。现在是电压从60几变成100多，也就是说，当物料重的时候，我们会自动增大电压，保持匀速。现在慢慢的物料变轻了，然后电压减小，然后还是保持它的匀速，所以不管料轻料重都会保持匀速送料。